想不想要去探险？哦，这很好玩吧？动起来！我们要带鲍勃去小岛、仙女小岛，来一场特别的海岛历险。坐稳了，公主，我在飞耶！4月2日到4月5日早上8点，跟着小公主苏菲亚，一定会让你们大开眼界。早上9点半，全新奇数的汪汪一对宝也要穿越海浪。我的天天！海岛历险记，星期4到日早上8点和9点半就在 Disney Junior。